今日嘅听众有阿木啊，你坏，你坏阿木，你坏阿木，点啊？点啊？木阿木木啊，你坏，好紧张啊木。好紧张啊！唔使紧张，打上嚟送 B 要首点样嘅歌？我想要一首可以提醒一个女仔佢男朋友出轨嘅歌啊！磨定墨先啦，唔该。喂，我个伴读书童咧，我仲以为搓定手啊，磨定个掌心。磨墨磨刀，你磨墨好啦。哇，咩事？究竟系个女仔同你系好好朋友定系点样咧？唔系，系个男仔同我好好朋友。吓，个女仔就唔系好识嘅。OK， 好。咁啊，而家想问下系，即系话系你个 friend 出轨咯嗱？如果咁样理解嘅话，系嘛？系啊。冇错、啊。喂，等先，咁听你咁讲，你似系大义灭亲、哦。系啊，因为身为女仔都想睇翻女仔啊。哇！唔惊啊！因为而家系你个 friend 出轨嘛，你就反而想提佢嘅另一半，另一个女仔。喂，其实我个 friend 出紧轨喎，咁样。系啊，因为本来都唔想理咁多嘅，但系因为呢个女仔佢。IG direct 我话想同我个 friend 结婚吓、啊、哦就触动到你嗰个大义灭亲嗰条线啦，好想讲，好想唱讲不出声，唔知点解系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你磨灭咗呢个咁高涨嘅情绪啊！好高涨，我一直高涨到我忍唔住，我要用一首大台嘅歌去唱出嚟。我第一个问题 ，Els 问嘅系。点解你会选择唔直接同个女仔讲咧？因为我如果直接讲嘅话咧，咁我都惊冇咗个朋友嘅。咁如果间接讲咧，我都仲可以唔认。哦，即系如果你打上嚟丧标作首歌去讲嘅话，你可以唔认。唔系，但系个女仔要有听先得噶，鬼知咩？如果唔系，佢会听噶。因为我有同我 friend 有。讲起过 Bad Girl 咁样，因为我自己都有听啦，咁佢就话：咦，我个女朋友好似都有听我咁样咯。哇，你好绝啊！谂到呢条桥，终于有用啦！真系话先。我有少少起鸡皮啊！原来我哋做紧呢啲嘢啊，正系啊！我哋其实同嗰啲咩音乐嗰啲咩信啊嗰啲一样噶，我哋同私家侦探系差唔多。咩档案啊嗰啲？系啊！喂，我想组织成件事先。嗱，你咧就同个男仔系 friend 嘅，识咗几耐啦？好唔好啊？识咗几耐啊？阿 Peter， 我哋识咗应该十年以上。十年以上系同学嚟嘅。系咯，中学嘅时候识嘅。中学时候识嘅，咁我想问你同佢嘅 friend 嘅程度系 friend 到即系哇，都系嗰啲青梅竹马定系点先？定系即系都系叫做 friend 偶尔一，佢应该唔系去到 high bye 嘅。我估佢系咪真系嗰啲一年可能中秋啊、圣诞会聚下嗰啲啊？类似咯，但系佢对我好唔避忌嘅，基本上所有感情嘢啊，跟住佢同几多个女仔一齐啊。所有嘢都会话俾我听咯。哦，即系你就系嗰啲女朋友眼中最笃眼笃鼻嗰啲好 friend 嘅女仔 friend 系嘛？可能系咯。系啦，呢啲所有嘅即系偶像嘅剧情节入边一定有一个呢啲系阻住晒嘅青梅竹马。OK， 咁嗱，你而家作为呢一个会听佢讲感情事嘅人嚟讲，你系几时发现佢系有呢个出轨嘅痕迹咧？即系佢系好真系肆无忌惮同你讲啊？定系都系你自己发现嘅先？唔使发现嘅，佢真系好肆无忌惮同我讲，因为佢唔止出轨一个。唔系，sorry，OK，OK。Give me some juice, it's so juicy。即系佢俾个 number 我，俾个 number 我。而家几多？唔系嗱，嗱嗰个女仔咧，即系我哋而家嘅对象系 Mary 啊嘛，系咪 ？OK， 咁 Mary 系个证人，系咪？定系 Mary 其实系劈腿嗰个？唔系 ，Mary 系证人，一齐咗七年几八年噶啦。咁佢系而家同时出紧，即系出轨系有几多个出边嘅朋友女朋友呢？如果唔计 Mary， 应该有三个。哇！我可以打佢俾警察啊！入唔入边噶？哇！呢个好头痕，真系半夜惊醒。哇！三个。哇！
我问一下多啲阿木嘅感受先，即系当你个朋友 Peter 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你听落去会有咩反应？定系有种哦是但都唔关我事啊？定系会话啊，其实你可唔可以做翻个正常人啊？咁样咧？我嬲噶，即系我每一次其实我都照常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对女仔？即系你可唔可以专一？你可唔可以做个乖仔？即系我每一次都讲，我甚至有嬲过、绝交过咁样。佢就话俾我听话，我有试过乖噶，但系乖唔到咯。哇！呢啲真系好理直气壮咁讲嘅。咁你一个出轨都唔得，佢有咩籍可以出轨？三个 total 有四个女人同一时间，好劲喎！佢真系时间管理大师啊，系啊。佢系因为佢有两个系唔系喺长期喺香港嘅。哇！两个唔喺香港，即系佢每个地方要有一个嘅，香港、九龙、新界，再计少少时差，系。可能是而他们其他人是当然不是互相知道有对方的存在啦。他出轨那些女仔有些是知道的，他说他那些不介意的，但是这个证人就不知道咯。哇，好惨啊，即是有七年八年，然后其实啱啱阿木是有讲明话，其实他想结婚咯。正人想结婚咯，我想问一下，咁啊阿 Peter， 即系你个 friend 有冇真系同你否白过？佢最中意嘅都系阿 Mary 阿正人咧，即系佢呢一个系佢永远都唔会断噶啦，定系点样咧？佢唔系话最中意，佢系话 Mary 最听话。哇！唔使望默啦，哇！好癫啊呢句样。哇，好入我心啊！呢句嘢好好听话，你当佢咩啊？唔系，因为我个 friend 系 Mary 嘅初恋。哇，好贱！但就系咁样先最 hurt， 即系你谂下 Mary 系真系全程投入噶嘛？仲想结婚、啊？咪咯，系啊。哇，其实你仲同佢做朋友，你都真系几包容噶。其实不是我包容的，我是有即是绝过交代他很后面起，可能过了半年他就会若无其事再找回我这样。嗯、但这些即是关于朋友的私德的问题呢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其实都真的有些朋友是会跟我讲话、啊、他可能同一时间跟、两个女仔去拍拖这样。但是即是你作为他的 friend， 你又觉得他某一些东西是挺好的性格、但另外这位又真的很激，其实我自己都解答不到这个问题，即是你应该跟这个人继续做朋友呢、因为他对我没有东西、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去到你这个这么极端的 case，是应该冇 friend 做噶啦，因为佢而家直情系影响埋我对于呢个世界嘅睇法同埋人生观啊。即系我觉得你可能你一时之间即系唔知啊，你鬼上身，跟住之后要中意两个女仔你先至满足嘅。咁、你之后改翻，我觉得唉，你回头是岸算啦。起码即系你唔系同我拍拖，即系我都系提醒你啫。喂，但系而家佢已经去到一个系唔知道自己有问题嘅地步。好难搞啊！都唔系嘅，佢有话俾我听话，俾佢玩多几年，佢就会静噶咁样。吓、唔会啦，呢啲人系咪一世都唔会改嘅？系啦，我觉得结咗婚咁嘅。系。喂，咁你今日打算系好啱啊，因为咧。即是我觉得有啲乜嘢係痛㗎，点都痛㗎啦个女仔，即係我觉得 Mary 点都痛㗎啦。不过喺未结婚之前散一定比起离婚好。一定啦，一定啦。即係嗰种哇，你諗下仲要同呢个男人咁样朝见口猛见面，转个头原来佢另歪面，佢諗緊第二个女仔，我真係我企落，我真係企落。哇，真係。好恐怖喎、啊。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目的嘅。係。但係如果呢件事可以令到个男仔嬲埋我，就更加好啦。哇！即系因为唔想同佢做朋友啦，就唔想佢即系半年后都唔好再厚面皮出现。一即系你而家系一刀两散，系咪叫一刀两散？唔知一拍两散，一拍两散。我听咁多，我都好辛苦咯。其实我都觉得你真系承受太多嘢啦，因为你其实系冇需要做佢呢个爱情社工咯。系。然后其实佢系将嗰啲嘢同你讲完之后咧，你会好明白嗰种罪恶感，好似你都有好多咧，因为你系帮凶咯。吓，系啊。真。喂，咁如果你都打算唔做朋友嘅话，你应该直接同 Mary 讲。唔系，但系因为我同 Mary 未 friend 到咁样，我觉得。唔需要啊，你唔需要同佢做朋友噶。只不过而家你点解要同 Mary 讲话佢系有出轨，系基于你对于自己做人嘅基本要求啊。
即系你而家系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嗰一只啫。佢信就信，唔信就唔信，咁冇你帮到尽噶啦。我觉得阿木咧个 feel 系似系我想讲嘅，但系我唔想解释咁多，佢唔想再跌入呢个 loop 咯。但如果佢似打上嚟丧标啊，你听到听到听唔到就我就再算啦。但如果佢同我女仔讲，即系同 Mary 讲话，其实咧就咁嘅，佢系出轨嘅，咁 Mary 就会 keep 住问咯。咁佢永远就 involve 喺呢件爱情事件度咯。系啊 ，Elsie 好明，系咯，我似系想。个女仔觉得我系咪嗰个第三者？哇！咁又谂多咗，所以其实我嘅重点从来都不摆喺阿 Peter 同 Mary 身上咯。阿 Mary 都会有少少关心嘅，但系佢唔信冇计啦。但我最紧要系希望即系今次你系做翻一个你觉得自己做得啱嘅决定咯，就系、是、要将佢爆出嚟咯。嗯，我试下。咁啊，呢首歌就基本上目标都系写俾 Mary 啦，系即系有少明示暗示，点都好啦，就同佢讲有呢件咁嘅事咯。唔使啦，唔使明示暗示，即系唔使暗示啊，直接明示。O K， 讲啦，我哋系帮佢讲噶嘛。我 feel 下先。好，咁啊，木俾一首歌嘅时间，我哋去作首歌俾你啊。好啦，一首歌嘅时间翻到嚟啦。哇，困难，我写唔到。点解？我写到好多嘢，但系即系已经，所以唔系谂紧个 melody， 好多嘢想讲啊，我。因为我已经嬲到冇言词可以抒发到啊！唉，我真系冇啊！我好嬲，我有情绪，但我谂唔到嘢，我脑空白咗，因为太震撼啦！你明唔明我嘅？你明唔明我？咁即系所以系可能系有啲乱嘅，会唔会系呢首歌？少少咯，系咯。OK， 我系我觉得系进击嘅，但系我进击嗰个位系。我就想俾 Mary 去认清楚呢个真相，等佢狠即系狠狠地放下啦，或者去逼供啦咁样咯。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用演绎上面去攞翻少少分咯，因为只可以讲啊，即系人生嘅阅历太少啦。真咁我都系。即系我听完之后，吓点算啊？我真系冇噶，尽帮噶咋？尽帮啊！系啊，我分咗两 part 嘅，前一 part 俾 Mary， 后一 part 系俾阿 Peter。哦、oh, 啊，我全 part 都系俾 Mary 嘅，我哋揾翻佢个 friend 阿木出嚟先。阿木，系，唉，系，阿木啊，我都觉得 kick 啊呢单嘢。多谢你嘅故事啊，令我成个夜晚好精神啊，而家我头好痛啊，真系好头痛，我完全难以想象你系咁多年嚟点样可以去处身当中啊，我一早就绝交。系啊，咁啊，喂，阿木而家咧就有两首作品，一首进击啲。一首就我会觉得是温和啲，你想听边一首多啲先？温和啲先。好啊，即系我啦，因为你知道我个人咧嬲咧，我有时都嬲唔到尽头啊。然后我真系唔、我发唔到出嚟啊！我而家系石头疮，谷住咗。O K， 系。所以我呢一首作品咧，即系都尽力啦，尽力啦。系。首歌叫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哇！唔多讲啊，用数字说明一切。好，嚟啊，嚟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籍口有几多个？一个两个三个女朋友又有几多个？识得氹人，识得扮傻，佢口水最多，出轨太忙，识得太多，嫌你太啰嗦。你同佢结婚，佢只会讲一声傻，唔好咁傻，以为佢仲系爱你，好似当初。出轨嘅男人要落地狱，行为好深，你个空气变得浑浊，你会冇晒朋友，我而家就帮你出局。哇！我中间有，其实我冇讲出口，但我个手已经做咗停啦，停啦，唔可以停啦。系啊，深夜噪音啊，你系点会啊？你好似念大悲咒，念咗一堆嘢出嚟，听唔到咩？太大声咩？我就听到个情绪，应该咁讲。我系咯，我唔知道阿木，你 get 唔 get 到佢个中心思想？我 get 到啊，同埋佢嗰句好多籍口都系好打中我啊！我因为咁多年嚟，哦，即系好多籍口，系啊，同埋但系佢啲籍口我又反驳唔到喎，几嬲啊！有冇咁嘢劲啊？讲嘢打上嚟啊！叫佢讲一个嚟听下，睇下系咩籍口。佢就系话佢觉得自己太寂寞，所以要人陪，呢个都系一个籍口咯。博唔到啦，佢今日系喎，点样博好咧？咁样唔系寂寞，唔系唔得。咁你咪唔好有一段认真嘅关系咯。咁你应该同 Mary 分咗手之后，你咪中意揾一啲同你一齐都系玩嘅，咁、样一齐玩咯。你系残忍咯，呢件事冇噶。其实爱情冇对错噶，你永远都冇得话佢错。
因为佢会觉得都冇话一定要系咁样噶呢个世界。不过系睇下佢有几无赖嘅啫嘛，讲真的。斗无赖。系啊，斗无赖嘅咋。喂，咁啊 ，Els 姐，我嗰首嗱，我觉得我最进击就系出轨嘅男人要落地狱嗰句啦。我有少少 feel 到你想破地狱咁唱添。系啊，少少 feel 到同噶。飘到嘅，飘到嘅，系咁啊！我首歌，我首歌嘅歌名叫做《你仔仔》，其实有成班后宫。哇！真接咗，即系你嗱，阿郑就好表面讲咗出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数咗，我系成班后宫三千，因为其实有权你未必知晒噶，木系啊，都系噶，系啊。好，我都坐住手先，系啊，嚟啦，我好期待你今日作品啦，好嚟啦，加油，进击 Dales。Mary 有件事想同你剖白，你听到之后千祈唔好定噶，因为真相从来都咁邋遢。我想话俾你知，你男友真实性格。当你瞓咗，你条仔就去厕所，佢好快就将个门锁上锁。惊俾你听到佢同第二个 friend。当你翻工，你以为佢一支公，其实佢约埋成班女女后宫。你唔信就直接问佢攞后宫咯、啊。哎呀，甩咗一个，最重要佢约咗成班女女后宫。哎呀、okay 啊，约咗成班后宫。系啊 ，OK OK， 系好。咁啊，问下木啦啊。阿木系 ，sorry， 我觉得 Els 直头讲咗嗰样嘢出嚟，因为佢其中一个女朋友就系佢公司入边嘅人啦、啊。啊！真系开口咗、啊，我残忍啊 ！Els 咧 ，Els 每一次去到呢啲关系嘅问题上咧，佢系好准嘅啲直觉，系我就成日好慢，系真嘅，我觉得。喂，咁公司喂试下，不如开多个盘啦。另外嗰两个系咩啊？一个系 App 式嘅。应该都是 app 咯，即系或者玩游戏式咯。玩游戏啊，郑屋成日都叫你玩游戏，我成日玩噶，我玩唔好玩咩胶字，你玩游戏你玩嗰啲游戏啦，我玩咩 board game 啊 ，bingo 嗰啲，我识唔到 friend 咯。你有似你真系啊！唉，好啦，我哋时间冇多，真系哇，直情可以讲成年啦呢一单嘢，恐怖啊！我有创伤啊！我好少系听众俾咗创伤我噶，你真系惨惨猪啊！喂，咁但系你都要拣一个、啊，我听落去似乎系拣 Els 赢，冇咁讲，好难讲，好难讲。系系啊，我系拣丧彪 Els， 因为佢真系中咗啊！哇！开口中其实好重要呢单嘢。系啊，你一讲个公司，佢真系直情系打通咗天灵盖啫。哇！你仿佛好似真系一条天线怼埋落去 Mary 仔度。系啱啊！咁你就传呢个信息俾佢听，希望佢快啲撇走呢个。Mary， 听清楚啦，嚟啦 ！Mary 有件事想同你否吧？你听到之后千祈唔好定价，因为真相从来都咁邋遢。我想话俾你知，你男友真实人格。当你瞓咗，你条仔就去厕所，佢好快就将个门上锁，因为惊俾你知佢同第二个 flirt。当佢翻工，你以为佢一支公，其实约埋其他女女成班后宫。你唔信就直接问佢攞后宫、嗯。其实我最尾真系 call for action。你唔信我讲嘢，你自己直接问佢。系啊，呢个好紧要。未必系暗木自己同佢讲，透过呢首歌，你半信半疑，你自己去问佢。我差啲，我好衰，我差啲话，你唔信就去 check 佢电话咁，但系我觉得好进击啊，唔系，因为 check 电话又有权入边又去错啦，佢直接问佢、啊，我唔知道啊，啲人成日都好中意咁讲噶嘛，是但啦，佢都话佢寂寞可以咩咯，到噶，佢有两个电话，哇，咁重要嘅资讯嚟，而家先讲。要啊点帮 Mary 啊？你同佢讲定啊嘛，大佬。你话电话就摆柜桶嘅、啊，你嗰条摆衣柜嘅衫袋。你要讲翻敌人有咩武器，我哋都要带啲咩嘢出去噶嘛，系咪先？哇，好恐怖！我真系知得太多啦。只可以讲呢个男仔系好有预谋，好 well plan， 亦都系好习惯呢。真系可以讲句，佢真衰格。是真嘅，即一定唔系好人啊！呢啲真系非常渣。哎，好啦，大渣。阿木都唔好唔开心啊！我谂佢都背负咗好多嘢嘅，咁样放低呢一个男人，放低个友谊啦，呢个友谊一定要放低啦。系啊，好啊，因为除非你都系渣渣，如果唔系你系同唔到佢做 friend， 真心。系其实好多时候系佢单方面嘅。冇啦，唔好理佢，你要帮佢，佢知道佢永远有你啊嘛。佢就系其实系攞你嚟告解，等自己嘅心舒服。系啊。咁你咁讲又好似系喎，系啊，所以唔好再理佢，由佢痛苦折磨啦。系啊，落地狱好，好啊，咁啊，多谢阿木嘅电话，等你嗰边嘅好消息。
好啊， okay. 我 update 你哋啊。好，唔开心啦，好啦，拜拜。好，拜拜。商业电台节目精华日日放送，即刻 like、share、comment， 再喺 YouTube 揿个钟仔订阅啦。想随时随地听翻精彩节目内容，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